听不到什么意思？听不到什么意思，家人们？好好说话，不要吓我。我听不到，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灯牌位置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，家人们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对，点点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点关注的地方，还有就是灯牌啊，就是灯牌地方，粉丝灯牌和点关注的地方，家人们，这上面啊，哇，赞赞点到85万了，家人们，不要刷子。没有人说我，家人们，没有人说我，哪怕有人说我，也让他说，没事的啊，无所谓，一切都正常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啊，别人说我，我不说别人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还是干什么了，怎么了，我都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现在的我的任务就是跟家人们聊聊天，跟家人们聊聊天，把我自己的事情忙好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把我自己的事情忙好，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我没有资格去管别人的事情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你们觉得对的扣个一，不是对的点个赞赞，对的对着我的脸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对着我的脸点点点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，我看一下赞赞点到多少了，家人们。我连不到别人啊，家人们，我连不到别人，我连不了别人啊，连不了别人，我连不了别人啊，家人们，不要叫我连谁谁了，我连不了，我这边连不了，家人们，我连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我不会弄，因为我这个抖音是新的嘛，所以呢我不会弄啊，所以呢我连不了。谢谢点赞，来，我们把赞赞直接点到100万，家人们，把赞赞点到直接点到100万，家人们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其实我每次直播都不要形象的给你们直播，因为我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家人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所以呢我哪里邋遢什么样子我都可以直播，就这样子。我很多叔叔阿姨们呢就是让我好好打扮一下再直播呀什么什么的，但是我就是哪里邋遢的。哇，谢谢六六你送的烟花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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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们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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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，感谢支持。天天没有睡好，天天晚上10点睡觉，11点睡觉，不超过11点。我现在早上都是7点，天亮就会起床，天亮睡醒了就要起床。现在连视频都没有时间拍了，这两天。谢谢超人送的帽子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超人叔叔，你一直给我送这个冬天的帽子，现在是夏天，现在是夏天，我看到这个帽子我都发热。啊，怎么漂亮，谢谢夸奖，我不漂亮，把帽子取下来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嗯，真的是人不像人，不觉得你漂亮，我也不觉得我漂亮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漂亮的话我还会坐到这里吗？谢谢送的粉丝灯牌。还没有找到家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现在就在家的附近，家人们。我不怕，家人们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在山里面长大的，我不怕，知道吗？我不怕。我在山上的话，我再怎么样，我都能会找回家的路。但是呢，我在这个，在我这个堂叔他们这里的话啊，他们就是他们村里面的话，有很多那种农村，他们也是农村嘛，然后有很多那种家。就是有很多人住在这里，然后有很多小路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不知道走哪一条路会容易走错，是会容易走错。要不然在山上的话，我跑一天我都不会走错路，知道吗？在山上人少，只有山，只有树，我感觉我的家在哪一边，我就往哪一边走，我就能找得到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不一样的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对，还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来，家人们。还没有关注我的，给阿子关注一波。哇，赞赞已经点到88万了，家人们，来直接点到100万好不好？点到100万，我有点那个发热。哇，谢谢六六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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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个是什么礼物？我第一次见的，我回关你了，我还没回关你这个号。我第一次见这个礼物，哎，这个是什么礼物啊？这个是环游世界，哇，大气，真的家人们，六六你大气，对，六六进取，对对，进取进取，进我的曲，进我的曲，太大气了，真的。你现在不想打扮了，嗯，现在呢，就是我觉得嘛，家人们，又没有爱人，又没有喜欢的人，又没有什么，每天干活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我觉得打扮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天天在家里面干活，打扮了，哎呀，打粉了，然后把脸上弄得白白的啊，对不对？弄好的好看，然后去干活，我觉得干活回来的时候，满脸都是，就是那种很脏的感觉，知道吧？妈子陈小多和他们老大要把那个，要搞破产，不关我的事啊，不关我的事，家人们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提任何人，不关我的事啊。现在我都说了，我只过好我自己。现在谁再给我带节奏，给我说这样那样，我都不管啊，家人们，我都不管，我都只管好我自己啊，家人们。别人怎么说也好，别人怎么这么样了也好，别人说我怎么怎么样了也好，我就管好我自己，知道吗？不要拉黑所有人，不要拉黑任何人，不要拉黑任何人，我们就做好自己，让他们诉说，不管粉丝也好，咱什么人也好，就怎么样也好，就让他们说，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啊，我想直播了，我就跟我家人们聊聊天，我家人们想我了，我就跟你们聊聊天，我不想直播了，我就活我自己的，我吃我的，我干我的，我睡我的，我在我自己的家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就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无所谓了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觉得对的，把赞赞点起来。谢谢还没有加入粉丝团呢。阿泽，我和你点了2000，哇！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我榜一、榜二、榜三们，谢谢谢谢。我又可以买个时光，明天你们给我送礼物，我又可以买，每天买几个时光回去了，回去给我的，给我的战友、我的队友们一起吃。阿紫，你的粉丝悠悠爱你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爱。我知道我的铁粉，我的相信我的叔叔阿姨，知道了解我的叔叔阿姨一直都在支持我，所以我也一直不放弃这个抖音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要不然对不对？我现在也不卖货，我也不干嘛，我可以放弃这个抖音，我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就是我太多叔叔阿姨们太舍不得我了，就是我也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干爹干妈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放弃这个抖音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你们懂不懂啊？我不是玩抖音，我不是为了什么，我不像别人啊，为了增流量干嘛的，去卖货什么的啊。现在家人们，我现在是真实的我，我现在是纯粹的舍不得离开你们，所以才给你们直播干嘛的，知道吧？然后记录一下我的生活，这样子知道吗？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知不知道？哇，站在90万了，家人们，天哪！太喜欢阿紫了，谢谢你们的喜欢，谢谢谢谢，悠悠爱你，我也爱你们哟，不能放弃支持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说实话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嘛，对不对？我一个女孩子，真的，我，你看我在这个网络上这样那样的，哭也哭过，闹也闹过，伤也伤心过，难也难过过，这样子度了一年，挺累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真的是很不想再继续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好，你还是个女孩子，你都是个少妇了，哎，少妇也好，女孩子也好，对不对？是我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少妇也好，女孩子也好，是我就可以了，我都喜欢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只要是我的家人们都喜欢，不管少妇也好，大妈也好，大姐也好，女孩子也好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的，扣个一。跟有些人无关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管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跟有些人无关，对不对？谢谢点赞，哇，90万了，家人们，站在一起90万，太棒了！你们真的太棒了。刚刚说我是少妇的那个人，你看一下我的赞赞，让你吐的吐血，让你把你气的吐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把你气的吐血，你看一下我的赞赞，再跟我说那句话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
就是他就是看到我赞赞点了那么多，他心里面不爽，所以这样子说的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有些人他的心真的很黑很黑的，他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他就是见不得别人赞赞点的多。你就是刚刚说我这样那样的那个人，就是看到我的赞赞点多了，所以他就是不爽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一年四个男人，对呀，一年四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是你老公吗？啊，一年四个男人怎么了？一个老公，一个男人是你老公还是你老爸，还是你儿子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管我有几个男人吗？啊，真的是，如果这几个男人里面有你的老公的话，你可以来管啊。没有的话，你不要逼逼辣辣的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还四个男人，四个男人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有你的老公你就来啊，有你的老公你就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说，你直接来当面来攀枝花找我啊。没有你的老公和没有你的亲人，没有你的儿子，你没有你的老爸，你就不要说这四个男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。这会儿有点尴尬，有人走过来，我有点尴尬。这会儿，哇，谢谢姐送的墨迹，对，你不要逼逼辣辣的，你有本事给我刷个墨迹看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不要在那里说我泡了四个男人，你有本事给我刷个墨迹看看，你给我刷个墨迹，我就叫你大姐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没本事你就不要叫，你们有本事就在我直播里面刷礼物刷多一点，我就回你的话啊，家人们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阿子不理他们，好的，我不理他们，我逗他们玩，好玩，家人们。他说我四个男人，我一个男人都没有，所以他这样子说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玩的，挺搞笑，挺好玩的，所以我就逗他玩。我逗他玩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逗他玩玩，这四个男人有没有他的老公？好像我抢了他老公一样，他说话就是那种，我抢了他老公，然后他老公跟我在一起了，然后我是不是个少妇？他老公告诉他了一样啊，哎呦，真的是，好像他知道我的一清二楚一样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有人有资格这样子说，我知道吧？没有人有资格这样子说我是一个什么人，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只有我爸妈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任何人都没有那个资格这样去说我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就都觉得对的，我就打个对。你们可以关心我，可以问候，可以保护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像亲人一样，就是像亲人朋友一样，一直在一起聊聊天，开开心心，对不对？我你们也是我干爹干妈嘛，对不对？那样子可以。但是你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人，什么什么人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去说我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不是你生的，也不是你养的，也没有吃你的一口饭，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从来都不想去骂人，也从来都不想去说人，因为我觉得去骂了一个人，我骂完了，我还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能多出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吗？我能有好什么好处吗？我去骂一个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有呀，那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何必自己的嘴巴管不好去说任何说一些人呢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必要呀。永远支持你。谢谢你们来刷一个节目，支持永远支持我的扣一波一，好不好？让那些讨厌我的人看看，哪怕只有50个我都很开心，支持我的人哪怕只有5个50个我都很开心。看看那些讨厌我的人，在我公屏上看看啊，有多少人支持我，有多少人是头脑清醒的，有多少人是把这些事情看得透透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哇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
家人们，赞赞还没有到一百万，来，我们把赞赞直接干到一百万，给那些坏人看。我们永远支持阿紫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帅哥姐们，就是你们永远支持我，就是你们一直支持我，一直关心我，一直把我当成你们的宝贝女儿，所以你们看一下，我真的，我的叔叔他们家里面对不对不方便直播，然后我也没有地方直播，但是我还专门拿一个灯去找地方给你们聊天直播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帅哥姐们，那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要为了对不对？你们在我的心里面很重要。我才每天都会想着给你们直播，才去给你们直播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就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你们把我当成女儿，你们也是我的干爹干妈，知道吗？每天都会惦记着你们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虽然不在群里面说话，但是呢，我经常在